哟，老吴，大爹，哎，还忙着呢。你不也没睡吗？啊，孩子们都睡了，都睡着了。大爹啊，嗯，你老天天照顾孩子，也够辛苦的了。嗨，只要孩子们呢平平安安的。咱们就再苦再累点应该这几个孩子跟着咱们游击队也长了不少出息啊，哎，个个机智勇敢还能吃苦，嗯，等他们的爸爸跟着红军打回来了，嗯，咱们交给他们的是个个合格小红军战士。哎，老吴啊，嗯，要不是今天晚上孩子们和战士们让盐吃啊，我还不知道咱们没盐了。大爹，嗯，我也是为了这件事儿来找您商量的。哦，赵刚的伤算是止住了血啊，可是还得养一段时间。战士们行军打仗翻山越岭，离开了盐巴，我怕他们的身体撑不住啊。爷爷，明天一早咱们下山去搞盐。这小家伙，把被盖好，别着凉，快。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们啊！跟爷爷去吧。我也去。哟，你们两个给我装睡觉是不是？把被盖好，快点。大叔，真的答应了？答应了。干什么去？老财。干什么去？今天把筐卖了，给家里换点吃的。走吧。王掌柜，忙着呢。哎呦，是宋大爹！来，快！哎呀，牙怎么饿了吧？哎，快看大叔给你们盛面去。好，来来，谢谢大叔，谢谢大叔。啊，哎，你们俩在这儿慢慢吃着，我跟王掌柜说点事儿去啊。大爹，换三那条老狗跟疯了似的。又封山又抓人，乡亲们搞到的盐和米没法子给游击队送去啊！这不，前几天有几个乡亲想冒险进山，可还没出镇门就让黑狗子查出来了，现在人还在大牢里关着呢。大爹，乡亲们着急呀！我在山口都看见了，黑狗子查的是够严的。老王，山上没盐了，战士们整天打白狗子。没有盐不行啊，大爹，别着急，我这有一点，待会儿你拿走。爷，王叔，黑狗子来了，你们在屋里别动，我去看看。有喘气儿的吗？出来一个。哎呀，哎呀，是老总们来了，哎，有请，有请，有请。老总们是想吃面吧？
我去给你们盛面。哎，站住！你就是掌柜的？小的就是。哎，你们就是？再留言。呸！大总，哎，团总，团总，我这盐可是你们保安团准许买的。少废话，胡团长有令，将你这些小饭店、小商铺的盐全部收回，绝不能给南山赤匪留一粒盐，懂吗？还有没有？赶快交出来！没了，没了，就这些了。要是被我知道了，我抓你下大牢，你信不信？哎呦，老总，我一个月就只能买这么一点盐，自己都不够用，哪还顾得了别人呢？您就行行好，给小的留下吧。没盐，小的没法子做生意啊。做不做生意那是你的事儿，老子只管收盐。快说，还有没有了？没了，没了，真的没了。要不您自己搜。我谅你也不敢私藏，走，到其他地方溜达溜达。哎，老总，你给我留点了。再废话，我毙了你！什么世道？盐叫黑狗子给收走了。胡汉三这个畜生！你老消消火，董子牙子，到外面看着点。乡亲们宰下偷偷送来的，我们一直发愁怎么给你们送去啊。有了盐就好了，沾手就有劲儿。老王，那你做生意了？大爹，我们再苦再难也比不上刨去对口啊。这盐你还是带上山再生吃吧。乡亲们都说了，只要有大伙们在，胡汉三那条老狗就是再牛犊也别想困死咱们小军队。你让战士们都攒足了劲，乡亲们可都盼望着他们早点杀回来了。这哪是盐呢，这是乡亲们的心。乡亲们是好人。老王，你替游击队谢谢乡亲，捎个话，告诉他胡汉三没几天蹦到头了，咱们红军早晚要打回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哎，我一定把你的话说到。